愿持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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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研究所的课程进入第二个学期的学习，根据正常的安排，我们接下来呀，还是继续要上戒律的这一门课。那我想呢，这个在大家的这个修学的过程中啊，就是有一些修学的基础的内容啊，需要补充。所以呢，我们这个学期呢，在没有上这个戒律课之前啊，我们会讲一些其他的内容，特别是作为我们戒串佛学研究所的学员来说，首先需要熟悉我们的研究所的所性。我们研究所的所性是什么呀？啊，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啊，悲智双运。自觉觉他，我们需要了解研究所的所性。这个八个字啊，蕴含着非常深奥的内涵，也蕴含着我们整个成佛的修行。如果要把这个八个字全面的开显的话，那么需要用多少理论来诠释呢？需要用三藏十二部典籍来诠释，因为三藏十二部典籍都是在诠释这个八个字。三藏十二部典籍的修学的核心，其实最终都不外乎这个八个字，那就是悲智双运、自觉觉他。你们说有没有哪一个法门的修行超出这个八个字之外呀？啊？
至少我是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法门的修行都没有超出这个八个字之外。佛法虽然博大精深，有各个不同的宗派，各个不同的法门，但是最终都要归结到这个八个字的修行。如果跟这个八个字如果不相应的话，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一定不是佛法。所以我们对所信的学习和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掌握佛法，修学佛法。那么下面呢，我们对这个所信的内容从几个方面来做一些说明。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叫悲和智。悲智是什么？悲和智其实也是一种心理，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生命的品质。是什么样的心理？慈悲心，智慧的心，所以它是属于一种心理的范畴。但是这不是一般人的心理，我们这里所说的悲智，它所指的是佛菩萨的心理。是佛菩萨的心理。那么悲和智同时也是一种生命的品质，但这不是一般人的生命的品质，这是佛菩萨的生命的品质，尤其是圆满的佛陀所具备的生命的品质。对于我们很多佛教徒来说，我们虽然我们都希望成佛，可是成佛究竟要成就什么呢？其实成佛要成就的就是悲和智的这两种品质。因为佛菩萨的佛陀的生命的内涵就是由大慈悲、大智慧这两种品质构成的，所以大慈悲和大智慧这两种生命的品质也是我们最终修行所要成就的目标，就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目标，我们才会很清楚我们修行我们究竟要做什么。
正像我们凡夫，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我们的心态，也都有我们的生命的品质。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的主要心理是什么？是贪嗔痴，是贪嗔痴。我们的生命的品质是什么？我们的生命的品质就是由贪嗔痴所造就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中充满着贪嗔痴，所以我们是凡夫。佛菩萨为什么成为佛菩萨？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在佛菩萨的生命品质中，他已经解除了我们凡夫的贪嗔痴。已经解除了贪嗔痴，那就是因为通过他的智慧，因为智慧的成就，所以能够平息贪嗔痴烦恼。因为智慧的成就，所以能够成就解脱，成就涅槃。所以这是佛菩萨跟我们不同的地方。佛菩萨因为解除了生命中的贪嗔痴烦恼，同时他成就了大智慧、大慈悲，所以这是佛菩萨的品质。而这样的一种品质，也正是我们学佛修行所要追求的目标。所以这个是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就是什么叫悲智。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悲智，它是佛陀人格的两大特征。这个两大特征啊，它是缺一不可。因为智，所以叫智不住生死，悲不住涅槃。佛陀因为他具备了大智慧，所以呢，他的心啊，就不会沾染到生死中。为什么能够做到不会沾染到生死中呢？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佛菩萨已经清楚了自己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而同时呢，佛陀所具备的这种大智慧呀，它是具有无助的能力。就是你具备的这种大智慧，你自然也就具备有无助的能力，心就不会沾染到五欲六尘的境界中。所以叫智不住生死，悲不住涅槃。因为有大慈悲，
有大慈大悲之心，看到众生的痛苦啊，就会升起不忍之心，这样呢就会去要去利益众生，就要去无限的利益众生。所以因为有慈悲的关系，那么自己啊就不会，佛菩萨就不会自己去享受涅槃的快乐。因为有慈悲的关系，佛菩萨就会不断的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那么因为有智慧的关系，在利益众生的过程中啊，佛菩萨呢依然能够保持一种无所得的心，无所得无所住。所以这个悲和智这个两大内涵啊是非常重要的。相反，我们凡夫心，凡夫我们可能有一点点悲，但是智慧啊，像佛法里面所说的这种智慧啊，通常我们是一点也没有的。所以有悲无智是凡夫，但是我们的这个悲呀，也是没有办法跟佛菩萨的这种大悲呀同日而语的。我们的悲就是一种悲悯之心，这种悲悯之心呢，多半它是建立在我执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悲悯之心啊，如果没有智慧指导啊，那么有可能就会慈悲生祸害。所以悲需要有智慧去指导，需要有菩提心去指导这个提升，需要有智慧去指导。那我们的这一念呢，这个悲悯之心啊，才能够无限的扩大，最后成为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那么讲就是凡夫，凡夫呢可能多少有点悲悯之心，但是像佛菩萨的智慧啊绝对是没有的。那声闻人呢是有智无悲，有智无悲啊则为二乘。那当然声闻人的智慧也跟佛陀的智慧啊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佛陀成就的是一切智，一切种智，那声闻人所成就的呢，它是偏空的智慧，偏向空性，空性证得的智慧。那佛陀呢不仅仅成就了空性的智慧，同时他还能够成就差别的智慧，对一切这个缘起的现象的差别，差别的智慧。所以从智慧的层面上来说，这个声闻的智慧啊，它是不及佛陀的智慧那么圆满。那么从慈悲的层面来说，声闻人是不是就没有慈悲呢？是不是就一点慈悲都没有呢？其实也不是。我们看这个佛经里边讲，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的那些很多大弟子阿罗汉，他们一样也弘法利生啊，一样也说法，
现在南传佛教的国家，那些大比丘们，我们说他是小乘，他们也弘法，他们也住持佛法，他们怎么会没有慈悲呢？但是声闻人的慈悲跟菩萨的慈悲是不一样的，菩萨的慈悲是具有承担性的，声闻人的慈悲啊，它只是随着因缘，暂时的因缘，化缘已尽，就进入无余涅槃去享受快乐去了。而菩萨的慈悲呢，他是要起承担起尽未来际解脱众生出离轮回的重任，所以这个声闻人的慈悲啊，跟佛陀的慈悲啊是不一样的，跟佛菩萨的慈悲是不一样的。唯有佛陀才能够在悲和智的修行上达到圆满，菩萨的修行他就是以修智慧和修慈悲作为他修行的两大内容。菩萨道的过程就是修慈悲和修智慧的过程，那么真正的慈悲和智慧啊，要达到圆满啊，那必须就是佛陀，佛陀啊，这个悲和智啊，才能达到圆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就是凡夫二乘菩萨佛陀在悲智和修行上有什么相同和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么接下来需要说明一下，就是菩萨道的修学要领。菩萨道的修学要领，这个菩萨道的修学要领啊，比如说我们学习的道次第，你们的道次第没上完吧？啊，道次第呢，道次第的核心的内容是什么？三主要道。所谓三主要道呢，就是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那么这个三主要道里边其实也主要是包含着修慈悲和修空性的。修空性其实就是修智慧，修菩提心从这里来说主要就是侧重于修慈悲。那么另外呢，像印老他依大般若经啊，也提出来的大乘佛法修学的三大要领。这个三大要领呢，就是菩提心、大悲心和空性见。菩提心、大悲心都是属于修慈悲心的范畴，空性见就是属于修智慧的范畴，
所以佛法的修行修什么？修慈悲，修智慧，哎，整个佛法不外乎就是修慈悲，哎，修智慧。所以大家就是要了解到，这是佛法修学的核心，就是佛大乘佛法的核心啊，不外乎就是这个两块。那声闻人、声闻层的修行，就是比较偏向于修智慧，因为偏向于修智慧，那就是从发起出离心之后，然后就是修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在声闻层里边叫做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通过持戒，通过修定，当然首先要发起出离心，深刻的意识到轮回的本质是苦的，发起出离心，然后出家，少戒、持戒、修定，然后呢，闻思经教，树立正见，然后通过正见修止观，修止观，那就是开智慧。然后因为成就了这种无分别智慧之后，空性的智慧之后，最终导向解脱，成就涅槃。所以声闻层的整个修学的思路啊，它主要就是一个修智慧，修解脱，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么作为我们大乘佛法来说呢，也是由这个两个部分组成的。我们大乘佛教有很多的宗派，比如说像唯识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禅宗、密宗、律宗，所有的宗派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你知道所有的宗派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知道每一个宗派都有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比如说唯识宗，它会有一个庞大的唯识学的一个理论体系，中观宗也有一个庞大的一个有关要建立这个中观的中道的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其实唯识的理论体系，它要建立的就是唯识戒，要成立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样的一个中道见，对吧？中观宗呢，就是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般若经、大智度论，就是各种各样的论点。最终要讲什么呢？最终要成立的就是缘起性空的，一切法都是缘起的，都是无自性空，都是无自性的，都是空的，它的存在都是一种因缘假象，这样的一种中观正见。所以每一个宗派啊，最核心的内容啊，就是正见。然后呢，这个正见它只是一个认识，如何把这样的一种正见变成一种常观，转化成一种观照般若，然后从观照般若变成成就实相般若，依观照般若成就实相般若，那这个就是属于观
智慧的修行，智慧的修行，它是大乘佛法中啊非常核心的内容。那么另外就是有慈悲的修行，大乘佛教任何一个宗派，任何一个法门的修行，首先都要发菩提心，要修六度，发菩提心，行菩萨行，那么这就是属于观音慈悲的修行，利益众生嘛，这是观音慈悲的修行。所以整个大乘佛法的，不论是什么经论，还是不论是什么宗派，它所要说的内容都不外乎就是修智慧和修慈悲，修智慧修慈悲。那么这个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菩萨道的修学要领。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知道菩萨道的修学的核心，核心我们讲要领是有两大要领，菩萨道修学有两大要领，这个两大要领的修学啊，事实上它是围绕着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什么？这个核心就是结，就是我们讲的悲智双应，还有一句话是什么？智结结他。这个结与不结，这是佛与众生的区别所在，也是凡夫和圣贤的区别所在。我们知道这个佛，佛是什么意思啊？佛是觉的意思，觉者智者，智觉觉他，觉行圆满，就是佛的，佛的概定义。自觉就是自己已经觉悟了，觉他那就是不仅仅自己觉悟，同时呢还要带着更多的人觉悟，能够让更多的人也能够觉悟，这叫觉他。不是光是自觉，如果光是自觉，那就是声闻人，那就是小乘治疗汉。觉他，那就是菩萨的行为。菩萨就是不仅仅自己，不只是自觉，同时还要觉他，觉行圆满，就是这种觉悟的修行。达到圆满了，那就是成佛的。所以佛陀是代表着什么呢？是代表着觉悟的修行啊，已经达到圆满的人，觉悟的修行已经达到圆满了。那我们再看看菩萨是一个什么概念。菩萨叫做觉有情，就是觉悟的有情，觉悟的有情，这个范围非常广，从觉悟开始一直到觉悟没有圆满之前，都可以称为菩萨。
就是一个人真正发了菩提心的，受了菩萨戒的，那就意味着你已经取得了菩萨的资格，你是菩萨的，然后开始修菩萨行，一直到没有成佛之前都可以成为菩萨。所以菩萨是代表着觉悟的开始和整个觉悟的过程，从觉悟的开始到整个觉悟的过程。而成佛呢，就是代表着觉悟的圆满，代表着觉悟的圆满。那么跟这个觉悟相对的是什么？就是不觉。觉事实上是代表着我们生命内在的一种力量，觉的力量。这个佛教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事实上就是一种觉性，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内在都潜在着这种觉性。那么成佛的修行事实上是代表着这种觉悟的这种生命的崛起。那我们的凡夫呢，都是在一种不觉的状态，不觉。所以佛教里面讲，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但同时又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众生的生命的内在啊，还有什么呀？还有无始无明，还有无始无明。什么叫无明？无明就是看不清楚，无明就是因为有无明，就会使得你看不清楚自己呀。其实无明就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一种不觉的力量，所以我们的生命中既有觉的力量，同时也有不觉的力量。这种觉悟的力量是无始的，这种不觉的力量也是无始的，也是无始的。因为不觉，不觉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会使得我们啊看不清楚自己，我们看不清楚自己啊。那么因为不觉的关系，所以就会产生我执，因为看不清楚自己，所以呢就会对自己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那么这种错误的认识啊，最大的对自己最大的一种错误的认识，最大的误解啊，事实上就是我执、我见、自我感，形成一种自我感，我执。因为有了我执，然后就会发展出很多烦恼。那么因为烦恼呢，就会造业，因为造业啊，所以就产生轮回。那么在轮回中，当我们的生命陷入在轮回中的时候啊，我们还是不解，还是看不清楚轮回，也看不清楚自己。我们会把轮回啊看得非常非常的真实，哎，然后又继续的产生烦恼，继续的造业，继续的制造轮回。在制造轮回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继续产生烦恼。所以轮回就是一种重复，祸业苦的重复。祸产生业，然后产生痛苦，在痛苦的过程中我们还是看不清楚，产生祸。这是讲的是我们凡夫的状态，凡夫的状态就是不觉。那不觉是从轮回是从什么发展出来的？
轮回就是从不觉发展出来的，就是从无明发展出来的。那佛菩萨的品质是从什么发展出来的？那就是从觉，从这个觉性发展出来的。所以从觉性会发展出圣贤的品质，从不觉会发展出我执、烦恼、生死、轮回，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我们学佛的过程呢，我们学佛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学佛要做的就是要从在这种不觉的状态中，我们要觉醒，因为我们深刻的意识到这种无明、轮回、烦恼、轮回给我们带来的痛苦，给我们带来的过患，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无明的大梦中要醒来呀，要觉醒啊，要醒来啊。我们学佛事实上就是代表着我们需要在这个无明的大梦中觉醒，我们不要在里边昏昏的沉睡的，我们需要觉醒。所以学佛的过程就是从不觉到觉的过程。那不觉到觉的过程，那就是我们需要去启发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觉悟的力量。打破这种不觉。同时呢，我们不仅仅还要自己觉悟，同时我们还要带领着更多的人觉悟，所以是从自觉到觉他，从不觉到觉，从自觉到觉他，从不觉到觉，这个就是一个转环成圣的过程。从自觉到觉他，这就是一个自利利他的过程。不仅仅要这个要自利，要自觉，同时呢我们还要觉他，就是要带领着更多的人觉悟。那么最终达到什么目标呢？最终达到觉醒圆满。哎呀，觉醒圆满呢，那就是成佛的，那就是成佛的。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我们修行呢，一个核心，一个核心是觉悟，两个要领，两大要领，那就是修智慧，修慈悲。